Hello， 大家欢迎到 Game HK， 继续有我 Leo 同大家玩呢只《牧场物语重聚矿石镇》。咁我之前咧就赚咗第一桶金，咁我已经将间屋咧扩建咗啦，就多咗个厨房出嚟，咁啊亦都买咗个雪柜。咁其实就系打咗少少嘅，以前咧就喺呢一个嘅整理架咧就冇噶啦，去到边位嘅啫。而家就多咗呢一楷嘢出嚟，咁未到最尽嘅，仲有得再兴建嘅。今日咧就系6号，咁出到去咧应该会有人嚟同我讲嘢嘅，因为咧7号咧就有斗鸡，应该系会早一日嚟拎我只鸡就系啦。嗱，听日广场有斗鸡，咁啊睇下边只鸡最厉害，要唔要参加？梗系参加啦。嗱，我现时咧就系得3只，咁啊1号、2号同埋3号。2号嘅心心咧系多过1号，点解咧？因为1号咧系买翻嚟嘅。咁啊，一买翻嚟就系成年，咁所以咧佢嗰个心就少啲。2号咧就是、由蛋孵出嚟嘅，咁所以个心咧就多啲。我记得以前好似冇呢样嘢，以前系无论点样都好啦，你孵又好，直接买咗都系由零开始计。但系咧，孵出嚟而家新版啦，孵出嚟嘅鸡咧一嚟咧就已经3个心啦，咁所以咧佢系会劲过1号鸡。咁既然系咁，冇办法啦。过往我以前都系拎1号鸡比赛嘅，但系而家唯有拎2号鸡比赛咧，因为佢真系心心最高系佢，将小芝芝02带走。斗鸡系朝头早10点开始，拜拜。如果咧将佢即系将只茶色鸡咧塞入个地底里面嘅咧，其实我觉得佢会好似Pokemon 嘅地鼠咯。好啦，喂，睇个款系同以前嗰只版本一样咁样玩法喎，斗鸡。嗱，叮当嗰只版本咧就纯粹系摆只鸡度睇完就算，完全系曲解咗斗鸡嘅意思啊！话明斗鸡，梗系要大家打下交啊呢啲先似噶嘛。所以而家牧场物语嗰啲咧，先至叫斗鸡。叮当呢一只咧，唔可以叫做斗鸡，顶多咧系叫做鸡嘅选美比赛啫。呢、這个先至系真正嘅斗鸡啊嘛！正啊正啊正啊！好加油啊！好似同呢个女讲嘢噶，系啦，斗鸡要开始啦。好似街霸咁样嘅。初赛小芝芝02对健太，听说明梗系听啦。为自己只鸡咧就呢一个助威啊，将对方只鸡赶出去咧就为之赢啦。咁啊，连赢3次就可以获得呢个比赛嘅第一名啊。咁目标咧其实就系吓对方咧出呢一个擂台，吓佢走，吓佢出街，冇错，继续。喂，应该下去走。喂，唔系，得唔紧要，唔紧要，我要吓佢走。喂，吓佢啊！喂，吓佢走，啱啦。继续吓佢走。喂，吓佢出去。咦 ，OK 喎，而家会顶住，以前唔会噶，以前唔会顶住噶。喂。哇，好险！哎，嗱，佢出去先，耶，赢咗第一场。第二场，哇，要小心啲先啦。喂，佢唔俾我吓亲。喂，搞错，我俾佢吓翻转头嘅。喂，冇啊，吓你走，耶，吓翻佢。喂，搞错，又吓翻我，系得啦，我有，喂，冇，吓翻佢，喂，搞错，好，第二场输咗，好彩我有 save， 可以捞翻个 save 嘅啫，好，捞翻个 save 嚟多次，今次初赛嘅对手系新之助，小心啊！估唔到嚟到牧场物语，阿小新变咗只鸡，哇！我又俾佢吓翻转头，各位，搞错唔系第一场又输系嘛？吓翻佢，唉，啱啦，
你赢啊，唔好第一场都输啊，第一场都输，我真系劏咗嚟食嘅，大佬，今晚就整呢个白切鸡，都系唔好啦，我谂整豉油鸡好啲，连豉油都悭翻，因为我个色水已经啱啦。点啊，你两只鸡喺度，你眼望我眼，大家度，喂吓佢啦，吓佢，喂喺度顶住做乜鬼？阿新之助，你唔好咁懒啦，你真系对住个 pat pat， 搵个对 pat pat 对住我，吓佢。喂，完全唔怕喎，新之助，吓佢，再嚟，点啊你两只嘢？第一场我想磨几耐时间啊，攬出去得唔得？阿白鸡，阿新之助，我俾阿新之助吓翻，调转头，吓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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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吓到啦，吓到啦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唔好停，继续，继续吓佢，继续吓，嗱，攬出去啦，唔好嘥时间，吓到我。应该出就得，嚟多次，嚟多次，嚟多次，出出。喂，点啊？你个边缘停喺度，顶又俾佢考翻转头。哎，得啦，得啦，得啦，嚟多次，出多次。喂喂喂，玩咩大佬你？嘿，喺个边位度唔肯出去、啊。你喺一边嘅角落头，又去到另一边嘅角落头。哎，出去啦。哎，点啊？我又翻翻嚟第二场嘅比赛啦，停之助，睇下今场可唔可以赢到啦。吓女走，喂吓女，唔系自己出去咁得意啊嘛？啱啊啱啊，喂喂喂喂，俾人吓翻转头都有你，咁渣嘅你，吓翻佢，喂又俾人吓翻，喂搞错。你再唔乖乖地赢过咧，今晚劏咗你嚟食，啱啊！吓翻佢，继续唔好停，继续吓，继续继续，啱啊啱啊，顺住个势出去，出去出去，哇，正啊！继续吓多吓，耶、yeah, 赢啊！哇，决赛啦，终于到，哇，对面嗰只叫隐鸡。哇！冠军嚟啦，冠军在望啦，吓佢走。哇！双方都势不力弱啊。喂、哎、喂、哎，我吓到佢，正，继续继续吓。点啊？哇！冠军在望啦，吓到我，嚟吓多次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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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走出去耶！咁我攞冠军啦，咁我 OK 啫，我都係捞咗一次 save， 咁就搞掂咗啦。係第一次呢就第二场比赛输咗，跟住第二次捞返呢就赢晒啦。嘩，个奖杯係摆屋企喎。圆满结束。所有参加的鸡咧，会由工作人员咧负责送翻屋企嘅。应该同啲村民讲下嘢都有噶，不错不错，希望小芝芝灵验明年都嚟参加比赛，明年就派第二只啦。因为赢咗之后咧，只鸡咧可以生金蛋嘅。嗱，呢度写住啦，睇好啦，说不定之后咧会生出金鸡蛋，赢咗只鸡咧。即系比赛赢咗就会生金蛋嘅，所以咧就基本上都一定要赢噶啦。呢个奖杯摆边好呢？摆呢度？嗯，好似有啲左掟，摆入啲先。系摆呢度啦。虽然呢度又唔左掟。最唔左定呢个位噶，因为唔会行到过嚟。好，就摆呢度。咁我哋咧都要再翻嚟咧鸡屋呢一度，因为咧、今日咧未喂嘢俾佢食嗰啲噶，即系其他鸡喂咗，但系呢一只未喂到噶。嗱、啊，见唔见到啊？所以咧系好白痴啊！嗱，俾大家睇下啦，呢度已经系有个皇冠喺度。咦？做咩？鸡女有嘢揾我喎、啊？唔通因为鸡比赛赢咗，所以去倾慕我？有养动物 ，OK 嘅。
我介绍翻转头已经系可以做到。喂，你唔系中意我啊嘛？我对你冇兴趣喎。自动献殷勤唔得意，睇下信先。嗱，虽然咧就攞咗冠军，但由于咧啲心心咧未满啊，咁所以咧都系未有金蛋住，咁要等只鸡咧满晒心心咧，先至可以生到金蛋啦。咁不过我都系争一个心啫，所以咧好快脆就有金蛋噶啦。条片就嚟到呢度先，中意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多朋友，下集再继续同大家玩呢一只木墙物语重聚抗石阵。咁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